8月10日，韩国女子团体 Tiara 在香港举办演唱会，吸引大批宅男前往支持。七人身穿红色改良旗袍热舞开场，尽显凹凸好身材，修长美腿也是一览无遗，让歌迷甚为惊喜。不知道是首次穿旗袍没有经验，还是热舞动作过大，团员们底裤频现，场面很是惊艳。为了给香港的宅男们送去夏日福利，演唱会舞台特别设计成 T 字形，让中间的观众也能近距离一观芳泽。不过亲，你也太不小心了，黑色内衣都露了出来。估计美女们也发现了不妥，一曲跳罢，立马在舞台上整理起衣装来，香艳程度绝对四颗星。 Tiara 虽然初来乍到，但礼数周全，演唱会上不仅香艳大赠送，还特别用心的学习粤语，向现场歌迷打招呼，令众人感动尖叫。酷六娱乐，余文苏弟整理报道。